Good morning, everyone. It is currently 6:03 a.m., and for the rest of the day, I am going to try to speak in only Chinese. 我们去准备吧。 开始之前，我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我的中文很烂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我今天要说中文是因为我要练习一下，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进步一点，所以请不要欺负我。因为今天我在想，如果我们要练习中文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然后忽然我就想到了，如果我们要练习中文，那当然。 我们要去学校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去上学，只是不是大学，也不是高中，也不是中学。今天因为我中文太差了，我们只可以跟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去上课。我们走吧。 校长好，好，来上学吧。现在要去哪里？那等一下，你们先从旁边那个大楼梯上去，先去校长室那边。哦，好。今天进去里面休息，好吧。大家好，我们刚到学校，可是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其实我阿姨是学校的校长，然后她今天请我们出来看看小学生是怎么上课，所以。 请不要随便去人家的学校，然后开始录他们。警察会来抓你，会来把你关起来。不要这样子。今天我们要陪一个小学六年级的班，看看他们上学是怎么样，然后也看看如果我听得懂他们在学什么。其实我已经两年没去上学了，然后六年级大概多久了？十年，十年没有在六年级了，所以这是。 对我来说是很奇怪，也有一点丢脸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是来看看如果我中文真的是六年级的哦，怎么说？真的是六年级的程度还是更差？我们来看吧。OK。 现在要去上学了，他们好像学生在集合，都在那里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吧。好，整理队伍的时候要有声音哦。来，好，站着。好。好，就在这边。等一下你记得带着他。好，好，向前看，好，再看机次。 马伦准，想要右转，切。向前看。就是站，立正，这样。老师可以用走的吗？你不舒服才用走的。 刚升旗好了，他们现在好像在跑一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看我也穿<笑>学校的制服，就是运动服好像。啊、哦，学生都在我右边，他们好像一点害羞。可是，对，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看看课是怎么样，然后现在要做什么。我想跟。 Do you spend money? No. No? No. Not yet. But. See you or see you. Oh, really? Yeah. I you. To the classroom. We will go to. You are so excited.
蚂蚁哥，啊，蚂蚁哥。他们刚告诉我厕所在哪里，然后在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哎，他们都我走哪里他们都看哪里，像现在在旁边他们都看，可是好好玩哎，我好久没有上学，然后小学的学生都好凶哎，他们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上学而上课了，所以我们看看他们第一节是什么，然后如果我听得懂吗？他今天是转学生，所以今天就转来这边学习，他其实是一个大学生哥哥。好，那他对，但是今天他不是哥哥，他跟你们今天是同学。那英文的话，他 OK， 所以你们趁这个时间练一下英文也蛮好的。好，我刚刚看到很多同学哦，那你也不要很紧张，我都不会讲，不会讲，另外就跟校长一样说，哎，好啊，紧张，好，大家讲讲话好不好？好。好中文，我讲中文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陈蚂蚁，可是你可以叫我蚂蚁哥或蚂蚁同学。我是从美国来的，所以谢谢你们让我陪你们上课，在这班上，谢谢老师让我来。好说什么？谢谢你们照顾我，好不好？上完数学课，Hello， 你要讲吗？讲什么？你们现在做什么？下课。下课要做什么呢？玩。讲多一点吧。就是放松，然后，对，就是放松。你下一堂课要上什么呢？电脑。电脑课，电脑课是上什么？现在是在上 Canva。Canva， Canva 就是一个里面能做动画、卡片还有影片的一个类似剪辑程式吧。哇，我六年级的时候没有这件事情，好像六年级三班等一下要上社会课，social studies。我英文会放，可是刚上完数学，其实全部都听得懂，所以我算什么我都懂，可是。要念要写就不行了。Channel 的名称叫什么？我 Channel 的名字叫 Anthony Chen。我几岁？你们几岁？我十一岁。对，上课啦。我比你大十岁。上课了。我21岁。好，现在要上课，我们要进去。好，拜拜。听不懂哎，我中文太差了。你喜欢社会课吗？不喜欢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我念历史的。你要说很喜欢。好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喜欢。我们先观看一下。好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我们走。六年级的学生，太有力气了吧？
哎、欸，当然不会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哥会写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他不会写蚂蚁，他你不会写，那你真的可以。橘子百科被拿走了，好棒！哦，不要不要哦，好艺术，好艺术。他们现在在上台语课，台语课就是台湾讲的话吧，好像还要上一堂课，然后就放中午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找校长，看看他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点学校的历史。好，小朋友现在在上好像台语课，台语课就是什么台湾讲的台湾的闽南语课。我会翻译在下面啊，等一下去上网了。可是我要先来跟吴校长先讲一句话。那你当校长天天是做什么呢？我在学校里面基本上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哈，那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从早上上课到放学，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都在那边进行。那校长在学校里面其实就是处理全校的一些事务，包含他们老师的课程的规划，还有我们的活动。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会议或是有一些零星的事件要处理，大概都是由校长会来带领我们的主任跟老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。我叫妈妈翻译啊。那这学校你说是台湾士林国小，是台湾最早的一所小学，它在西元189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，所以快要130岁了。对，那你觉得我中文可以上哪一班？其实有心要学都可以哦，因为我觉得孩子在学语言是很快的。刚好我们的小朋友跟你的互动，你今天应该会进步很多。所以你如果要从低年级，你可能可以跟他们从啵啵啵一些基础的。但是我觉得你跟他生活中的对话，像刚才中年级跟高年级的小朋友跟你有一些互动，现在讲的已经比早上好一些了。有，所以到放学应该会更好。多读几天，搞不好就会很累了。哇，那我让吴校长回去工作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在批公文。听不？在处理一些公务上面的文件。哦，听不？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是11:09，他们11:10钟响了，下课，我们去找他们吧。你刚刚早上上了几堂课，会不会很紧张？其实没有很紧张，因为我就坐在那里，然后老师也没有叫我，老师觉得哦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我就站起来，哦我叫陈蚂蚁，谢谢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所以是还好是还好，我是喜欢，不会紧张这样，不会紧张、小朋友很喜欢你，所以他们很想跟你讲话，有的想讲英文，想中文，就是想尽办法要跟你有一些互动。你跟我讲，为什么你们有 iPad？ 学校的。学校送 iPad？ 没有啦，这是学校公用的。哇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数学。学课，现在他们要吃饭了，现在去洗手，然后吃东西吧。看看我们今天都吃什么吧。这是红茶，哎，吃完。拍一下，这个先放在这边，然后拍。
还整齐，看起来我们的午餐才好。哎，啊，你忘记叫他还要拿了，他还没拿。来，带同学去拿一下他。吃这么好的东西。好，名字叫什么？朱浩。英文名字有吗？ Lucas。 Lucas， 那你今天吃你喜欢吗？是鸡腿配饭。喜欢。但平常吃的东西你喜欢吗？在学校还可以。那什么是最好吃的？应该是肉吧。肉，你喜欢肉。他们吃什么呢？番茄豆腐汤吧。番茄豆腐。还有啊，蚂蚁吗？你可以切蚂蚁啊。切蚂蚁。我记得。现在是中午一点，他们刚去睡午觉，可是我先跟你们讲话吧。上半天呢，其实还是很好玩哎。我十年前上学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好，好像是回来看看他们好开心，跑来跑去才觉得哦，我很后悔我小学时候没有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还要上三堂课，然后就放学了。他们大概四点好像就下课，所以他们等一下起来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讲，我们要做什么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谢谢。这是科学面。科学面，知道，很好吃。自己的点数饭。谢谢。6898分。刚上书法，我写一点，我都不会写，已经十年没写了。可是现在好像要陪这个小学四年级班上体育课，他们要打棒球，看看小学体育课是怎么样。你要怎么击球？请问一下，蛮有哥哥，他刚刚有没有认真做完三个？请问橘色垒包是进攻垒包还是防守垒包？1 2 3，四一二三，刚上完体育课，很好玩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画的那么美？这是什么？画的很好啊，很棒。星星，哦，你是要去上最后一堂课，是英文课。现在是下午三点，我们一个小时就放学了，所以快好了，等一下就回家。我们上一堂课，然后就走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，这样我应该也穿得下。上次市长来，市府也借我一下。我就穿这样来接市长。现在我们要去上
你可以跟上吗？英文课是最后一堂，然后就下雪了，所以是放学。放学了，大概剩一个小时，现在左右下午3点吧，所以看看最后一堂英文课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再跟你们讲。英文老师会说闭上嘴巴。刚下课，我还好。刚下课，上了一整天，我已经2年没有上学了，然后10年没有回来6年级，所以这是一个很 ，how do I say interesting， 很特别的 ，how do I say experience， 很特别的经验。谢谢，这学校叫什么？谢谢世云国小让我来这里拍影片。我跟小学生上课很好玩，很有趣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中文还是不太好。当然上了一天进步一点，可是其实我在坐在教室里面听他们上课，我都听不懂，所以啊。看看了吧，我们现在是4点，已经下课了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回去吃饭，然后其实今天晚上就飞回去美国了，所以谢谢吴校长让我来，谢谢世林国小让我参观他们学生怎么上课，哇，我中文好了，谢谢你们看这个影片，然后下次再见，拜拜。Oh, finally I can speak English! 士林国小要过130岁的生日咯，欢迎全世界士林国小的校友们记得回娘家哦。She said, like and subscrib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